台湾拍拍照，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。你上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来，咱来介绍这个新富市场啊。我今嘛位呢，这是一个正门口进去，其实呢，伊是一个马蹄形的这种啊菜市啊，日本时代开始，日本时代叫做绿丁食料品小麦市场。那么日本人当啊，在日本时代的时阵，日本人那是菜市啊起好呢，拢也要求啊，这个、路边的摊贩全部拢该移移入去啊。但是呢，啊，因为后来呢，愈来愈多啊，要安怎啊，就扩大嘛，哈、哦。啊，刚刚然后啊，这国民党政府哈也无能力通去管理这菜市啊，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迄阵规个这边啊，吼、哦，拢是这摊贩，而且呢，在这个菜市啊内底啦，哈、哦，人的本地哈、哦，就比如讲伊的二楼。吼，人个是咧经营的，伊即个唔是总个变做有个人是一楼咧做工课啊，啊就住喺二楼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就因为不管是中国来即难民，还是咱中南部去哩这边讨债的人呢吼，大概拢真正伫个内底吼。啊，所以到即嘛吼，即新富场即嘛变做是什么山水市场吼，变做大间个一个。来看看这个啊，内底其实有真侪即美食，比如讲伊有即红菇粿，我代表介绍吼。红菇粿，这粿这个物件伫台语啦，吼，那是读这粿物件在当上神桌啦，吼，那是高歌啊就袂使哦，迄就无同款的意思哦。所以这红菇粿，吼，是当然是要求啦，哈，这是会当变作是一个，真算讲哦，合理话让会得到长寿，个得到钱财哦，这里叫做红菇粿，我这话啊吼足辛苦的，哎，过过来呢。啊，伊内底即个奥尼吉里，那么真侪即个即个目前是菜市啊内底呢，啊，即个真侪菜市啊吼，内底拢开始有进入啊，即日本的即个奥尼吉里啊咧卖，吼、哦，我哩感觉即握寿司即达经的生意足好诶吼、哦。那么即呢，啊，你有看到啊，啊有即个鲑鱼诶，啊有即、這个啊马古罗尾鱼诶，啊有即个他妈个就是迄、那个啊咱的即蛋寿司啊，还有军舰寿司啊，拢有。還有呢啊，咧卖这种水饺的哦，什么是做水饺的吼，愈、哦、来愈厉害。食水饺本来是白人，伊即马做甲呢五彩颜色拢有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看你到底哦，伫这个啊，咱讲色香味嘛吼，刚、哦、才看了刚刚做好食啊。一个一间啊啊，咧卖丸啊的吼，鱼丸啥物丸拢有啦吼、哦，啊是少年人咧卖。吼、哦，一间啊生意做得足好啊，而且呢，因为甲介有迄种日本的这种味吼。哦啊，今嘛少年足爱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拢大概拢日本，都拢咧销日本的地方啦吼。啊，佮过来呢，哦，是卖一寡咱传统的种小菜，比如讲啊，这是我用的啊，这個、辣吼、哦，这個、辣吼、哦，种腌起来的辣足好食的。后来咱再回来看看东，应该是东山水街市场，啊哥，我但是日本时代叫做新富市场，啊，今嘛有新富市场，内底有一个新富市场啦。好 ，OK， 来再回来一看。日本时代才是新富市场，现在叫做东山水街市场。市场内底当然有真侪美食，但是稍等下，咱先请在地的食食通甲咱讲有啥物好食的。哎，这间好食，这间就好食。好，珍珠馄饨，四两斤，四两斤，哇，四两，安尼俩，安尼俩，珍珠，珍珠哦，这间老店啊吧，1968年，哦，我才出世一年，哦，既然叫珍珠馄饨，安尼就是说来去内底食看有珍珠无？好食，要入味吗？有，哦，行入来食，哦。煮啊，长条棍，你无看？珍珠，这为什么要做这么小一颗啊？因为珍珠啊。里面有放珍珠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为什么叫珍珠？因为你收120，很小，小颗，珍珠只是一个形容词。哦，形容词啊、哦。啊，为什么要做这么小啊？为什么要做这么小？比较好入口啊！哦，比较好入口哦。其实头家讲珍珠两字是伊上盖早好名的，比迄种珍珠粉圆搁较早。我
本地底下就是讲内底有珍珠哦，啊，这些都赚到啊嘞，不过好食就好啦哦。有名的寿桃跟寿龟哦，这阵人家订着。哦，是哦。嗯。台北人拢做来才订哟。哦。订在这里啦，鱼鸭汤，鱼鸭汤。哦。呀，原来是你家啦！有名的胡椒饼，哎呀，有名的胡椒饼。嗯。迄个什么？皖州。皖州。哦。胡椒饼，你到一家行啊内底来。我家冇有鱼羹呢。哦，冇有鱼羹。我在国宁一雄的老店。哦。嗯，今天又来。就来这种地，以前的万华戏院的边啊啦。算了，要几个？你们两个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总共只有四个。啊，总共就有四个、哦、啊？啊，其他还没好吗？没有。那再等一下来有吗？有啊。几点来？啊？在18分。哦。啊，那这个土鸡啊，切断一只鸡吧。哦，切断一只鸡吧。对对，跟我讲。啊，今仔也拜礼无亏哦。全家每周一公休了，应该是三五归来给。哦，了解。其实台北很少看到说早上卖这个鱼汤的，啊、卖鱼汤。龙胆石斑鱼汤。啊，龙胆石斑，那些其实都农民的嘛，其实渔民的嘛。以前华夏无顺。对啊。嗯。地瓜在你背后呢。对啊，在你背后。现在。哎呀，拢手都未去碰着。它的那个肉质很好吃。肉质很好吃。竹围是哪里啊？是用竹子来围起，还是地面？我唔知啊，问。哦，烟呢？啊，你对这感觉有较熟的朋友？我一个朋友在食 local。哦，是啊。哎，不露脸啦吼，但是甲你介绍啦吼。我不露脸，瘦肉高，从小吃到大，很好吃。很好吃。然后你也可以外带外送，它也是有，很像那种。日本寿司这样整个大盆的那种，是。他、啊、今天没开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讲的，已经听到我来背，弄得在哭。哇，弄不完啊！十一点我就不完啦、哦。快来要排，拢排队排到乌沙沙。哦。是咧做酒菜嘛，哈、哦。对。双十庆呢，哈、啊。对啊，才都要给我抽奖。哦，给我抽奖。哦，今天休息啊。啊，补上个礼拜那个连假，礼拜哦，大风鱼丸。其实大风鱼丸，我以前嘛曾经敢采访过。这所在是台北三水街市场。今天要来这间大风鱼丸。这间因为挂了几块白布，所以看起来真有日本味啊。所以佮用着温暖的黄灯，佮伊照伫食材顶端，安尼看起来佮如好食咯。大丰鱼丸伫1957年创立，传到即马已经第三代。哎，这位是第三代的头家，叫做郑进腾。第一代本地是伫广州街啊的巷啊内做鱼丸甜不辣加阿克摩罗，也就是炸物。第二代则来到这个菜市啊内底开店。早期花西街夜市啊有名的台南大面，听讲拢是要用这间店的鱼丸。简单讲，就是内行的才知影这间啦。诶，一百八来讲，才54年。我才四年。你看这地方。哦。高低吧。嗯。是小低吧吗？嗯。哦。还是黑毛猪。哦。白色是白毛猪，这很好认。哦。是哦。不是毛的关系。不是毛也是有，毛也是有。啊，脚趾就是一样的，脚趾跟毛一样。哦，了解了解。这个五名还。嗯。哦，五名最叫哦。是。哎，来这是这新户什么文创市场哟？是日本餐厅。行行行，来这看看伊个有新的变化无啦？哎呀、啊，哇！
到下晡当啉酒哦。嗯。啉什么酒？啉酒，啉咖啡。嗯。要喝一杯哦。这边呢、啊哦，这边都是酒的啊。我们有 Sapporo 生啤，也有这种 Highball Whisky 的。对，哦、然后。你那边有啊？哦，有，我们九点就可以喝了啊！早上九点是啊，今天还有点要把握。那边的姐姐从早上就来，我、哦、真的吗？对啊，哦，然后就一直喝了，也没有啊，因为外面的那个外面的熟食摊很棒，所以你去熟食摊去买很多的熟食。哦，进去外面买熟食，来这里喝酒。以前只有哎、欸，那个有意思哎、欸。我们在试运期间不收服务费，那试营业呢？对啊。然后我自己也有准备一些小的食物跟外面摊商品，烤鱿鱼饺、烤味蒸蒟蒻、野菜沙拉、野菜沙拉，然后马铃薯 potato salad， 马铃薯沙拉，就是在五条的藤才吃得到的马铃薯沙拉。其实出差以前，我就曾经来访问过这个菜市啊。那是要来日本时代的新富市场，就要经过这个淡山水街市场。伊伫1935年启用，迄时阵叫做新富食肉品小卖市场，基地是差不多506坪，建物199坪，伫东北角有一间木造的住所。整个造型是马蹄形，用着加强砖造的结构。这入口拢设了有雨披，伊的墙面是用细石仿造，另外强调现代主义的水平直线。当年内底有30几坛，每一坛拢是用木造。修复倒转来了后，叫做新富町文化市场。内底有详细介绍到伊整个历史。简单讲，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的先进，也非常的卫生。但是开幕了后，有哪有真侪摊贩从外过来？为着要统一管理这摊贩，所以将着因的一部分给请入来内底。然后国民党政府来，当然无迄能力谈好管理，所以阿得愈积愈大，再到外口尾啊变作是另外一个大市场啦。另外，1978年环南市场开幕了后，伊的多元化一定打败着这个所在啊。1986年新富市场外口遐摊贩，因一定变作是。合法的东山水街摊贩集中场，到了2013年，破破烂烂的新富市场，在各界的呼吁下，一定各界修复倒转来啊！哦，爱这么中啊，啊变作是安尼，啊挂真侪布帘啊，哎，真意真有意思。知影新富市场的故事了后。就四界细细看看，伊阁有啥物新的布置？这里是中泰修的吗？可能是，这个地方中国国哈，这个迄个保险修呢，开玩笑。日本时代。啊，想想诶，好，过来改啉一杯啊，蓝马秘鲁。哎呦，嘿对，沙波罗，迄个蓝马秘鲁哦。就过大做个什么？做啊。啊，所以咧，算讲内底必须也真多嘛，对不？对啊对啊，我再建议就侪拢无开。啊是啊，哦，啊内底阁有迄个秘鲁通啉，袂歹咧，你是得当啉酒呢。再高价很贵啊。